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母鸡吧。这只是我双剑论股一粒圈的里面的一位会员所问的股，星期五的时候就大涨超过 4%， 要去挑战这个200天均线。之前呢就已经在底部这边盘整了很久，价钱呢也是已经站上去这个筹码主力线的蓝色线跟紫色线，它也已经是突破了这个20天均线，收盘价是 0.485， 200天均线是 0.490， 它应该有机会突破这个200天均线，但是它应该很难突破这个筹码峰，尤其是这个筹码主力线的蓝灰色线，它应该会在之前呢就来一个 U turn 回来，再产生一个 higher low。如果要进场的话呢，就等这个 higher low 吧。这边你们可以也是可以看到，当它在底下长期盘整，在突破这个筹码主力线的蓝线跟紫色线呢，会有一个短期的上升。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短期的操作方法之一，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，谢谢大家。